太吵了，不要，那我先，那我先，来来来，停下，停下，没关系，为了要赢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，要往后点，张龙伟，这样就可以，要头发这样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不用。我这样说不对了，达哥，不要闹，达哥太吵了，不要，那我先，那我先，来来来，停下，停下，没关系，为了要赢。应该可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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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上次在吊桥的时候，我跟黑人哥两个突然有一个瞬间，就是哦，眼泪是一直流。最好的主持人，嗯，对，结合大家的颜色，嗯，如果大家有来这个地方的话，可以从头开始手的桥，对，发现一下我们的小彩蛋。谢谢你其实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开始是太突然，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一直都没有想过，然后后来也完全就不会去想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面就是就它的存在，所以说我知道我来万安大其实是有我的任务跟有我想要来的目的，所以刚刚其实，在宪哥讲完这一切的时候，有一下子是一下子没办法接受这些事情，所以后来我有放空了一下。那时候放空的时候，就好多好多的那种画面，譬如说那时候跟他两个在竞争小队长的时候，然后很多一起参加万安大时候的闯关啊，或者是出国啊，或者真的好多，我刚刚真的突然间一下子突然间涌上，所以那个心情真的很复杂。我想说就是，对，我会好好的把他这个棒子接好，然后我会继续做下去，好好的扛着。嗯，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。在我们心中，就是他还是很重要的存在。那时候其实我想说，哎，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你？然后我是觉得，哎，接力棒很值得，并不是他不在了，他只是接手给你。所以那时候我觉得，哎，好像应该送接力棒给你，然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其实，我觉得事情发生那么久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有没有把它放下，还是说就是那个难过已经难过完了。上次在吊桥的时候，我跟黑人哥两个突然有一个瞬间，就是。哦，眼泪是一直流。可能我跟仁哥后来就讲说，哦，应该是他有来吧。所以我知道他一直都在，我也知道他一定会叫我来接这个棒子，然后
他也知道我会帮他扛着，对，嗯，我还是很想他，我会加油。最后就是对于自己加入完大家有什么期许？哇，期许哦，我觉得可能前三季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考验吧，就是在某一种的小队长的试验着，但其实就好比今天这样子，新的一季，然后有全新的队员，我还是觉得有好多是我要努力跟要学习 的地方，因为毕竟 Kid 还是在这个节目已经七八年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是要好好的加油，毕竟鬼哥也是努力了一年嘛。